有请第二位选手上场。你好，这位选手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刘雨桐，我来自甘肃兰州，刚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回来。这么牛啊？不牛。先把 Berkeley 搬出来吓我啊！你唱什么歌？我今天带来一首韩红老师的《来吧》，是我改编的版本。哇 ！Berkeley 回来。唱来吧，哇哦！好看你怎么死，开始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呜，来吧来吧来吧。想让我想去飞翔，忘记忧伤。哦，道路两旁的美丽鲜花，在风中飘摆，快乐的生长。鸟儿自由啊，风儿轻柔，那是我家乡。哦哦哦，来吧来吧来吧。我打扰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多么逍遥，歌声悠扬，哦，深情荡漾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一起舞蹈，什么烦恼才可以将我打扰？来吧来吧来吧，多么逍遥，歌声悠扬，哦，深情荡漾。By the river called 黄河 And my mom taught me how to sing from there 你们说的兰州拉面养育我长大 And I went to the US to learn how to sing But I gotta know 不管兰州拉面还是 hamburger 都会变成血液里的音乐让我想要唱 So I came here just wanna sing Just wanna sing Yeah知道这是我写的歌，我知道。首先，致敬韩红老师写出这么好的歌。别拍了，没用了。小红红，我觉得他把你的歌改编得非常好，哎，你不喜欢吗？不不不，你要知道谁写的呀？他知道呀。对啊，写的不好，改的好有用吗？你知道吗？他要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有点担心，因为这首歌在我们心中已经到达一个巅峰的状况。唉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可以提一个想法吗？小小的想法。请说。是的。我觉得他刚刚表演，我很喜欢。我觉得很接近我心目中的 Chinese Idol 要的特质。我觉得一个 Chinese Idol， 我们的标准很高。他不只是现场表演很好，他如果能够有即兴能力，我觉得更棒。他改编了你的歌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马上，比如说可以改编小齐老师的歌。我可以试一下，但是我很诚恳的说，就是因为我可能在歌词的方面不太熟，我有可能会忘词。没关系了，忘词这件事情，你只要想到周华健，你就会好过多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他已经浑身怎么样？浑身在这个音乐的节奏里了。
拿出你的本事说服我们。哎、简单一点就好了啊、哦，不用头晃得那么利索，哎。OK， 好了，来了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我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。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爱。Say say say you love。可以了，别嘚瑟了。你怎么在人家投入的时候打断呢？对，我就是专门在投入的时候打断别人的哈。你干嘛要来参加木之声？我想实现我的一个中国梦。因为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得到很多老师和同学的鼓励，让我去参加 American Idol The Voice， 但是因为我的身份的问题，我没有办法站上那样的舞台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梦不要在美国实现。本来就不应该啊，你中国人，我们有自己的 Idol， 为什么要去参加 American Idol？ 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所以我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去参加 American Idol 不是说去比赛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是去给他们唱歌，把他们震翻的，不是比赛。谢谢黄老师，我记住了。我现在希望我用我学到的音乐回来，把我们自己的音乐用这样好的方式去诠释，有我们中国自己的 R&B， 自己的 Soul， 自己的 Funk。这个，咱不废话了，好吧？我们集体不谋而合一次怎么样？啊，当然我说，可以说过。可以说谢谢，你们两个自己选。好、啊、，OK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过。恭喜你加入偶像学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把通过卡拿来，拿来。啊，怎么了？把音乐关了，给我站到那儿去。停，我有同意你报美少女吗？他是情不自禁，哪有突然就过来报美少女了呢？谁不想报啊？那后面那么多观众都要报，能行吗？你知道我这个人很记仇的，这要不要了呀？要要背过去，看着对面我们的 logo， 说十遍香飘飘。开始，香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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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来吧，我跟你讲，在美国晒的还够黑呢啊！其实我最想报的是你，你最想报的是我，你真会说耶！你过来先报美少女，没有，还是好的，留到最后。不用了啦，压轴嘛你。压轴。不用了啦，我体积比较大。加油！加油！更多独家视频尽在乐视视频 APP。